东西，来来来来，挖个蛋。安庆市医药保健品公司的法人代表孔平，2006年7月13日，银江区法院副院长曹一江帮市人大副主任刘斌胞弟抢了我们企业，我上访4年，地方政府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，银江区政法委书记徐万顺，从去年元月一直到今年9月，骗了我9个月的时间，骗了我20多次，说解决问题。无奈我在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，我来到北京，采取极端的方式，到天安门广场撒传单，希望引起中央高层及安徽省委的重视，尽快解决问题，行吗？今天是15号，我准备到天安门广场把这些传单撒给全国人民，让全国人民交给中央领导，可以吗？我是武汉的，是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公司第709研究所的职工。我在他们的单位工作了18年，要打官司打了15年，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那个法院的省高院的判决书，却是一个法律白条。我今天到那天安门广场，准备把这个我的写的这些子传单撒出去，让老百姓和中央领导对这个东西评评理，看他是不是中央在汉的单位，是不是可以不执行国家的法律。这是我们省高院的判决书，我打了14年的官司，才得到这个判决书，却是一个法律白条。我为什么今天到这里来，就是要大家来评评理，希望中央领导重视我的事情，尽快解决我的问题。今年我在那个天安门红旗底下立过誓言，当时就跟法院的领导说了的，只要是五星红旗不倒，我就要讨回公道，要不然我就在五星红旗下用我的鲜血来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。中船重工集团总公司办公厅的主任穆德勇，当时我就说要是这件事情解决不了，我就到天安门广场去撒传单，让大家评评这个理。他就说我支持你。当时还有我那几个大姨妈、二姨妈的，还有个姑妈，还有表姐、表妹，还有他们那保安。还有保安。还有他们公司的保安。对。都能做证。都能作证。